八关三穴，八关四穴。八关三穴的位置是位在中指正中央旁开五分下面两分半的地方，八关四穴是在中指正中央旁开外侧五分往下2.5分的地方。那么八关三穴跟八关四穴呢，是董氏七十二绝症之一。那么它治疗，它可以治疗中风、半身不遂，治疗手臂不举50肩特效，治疗腿痛特效。那么如果治疗中风、半身不遂的时候呢，由下往上斜刺1到2分。那如果是治疗手臂腿痛的话呢，手臂痛、腿痛的话呢，由下往上呢2到5分。那么左并取右，右并取左。